是这次有一个在最近两天有一个返乡专程，那就希望说青年学子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投票。那我们都知道以往的青年学子的投票率比较低，但是今年呢，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需要青年学子拿出自己的肩膀去承担一些责任，然后去改变青年未来。有很多青年在社会上问题慢慢浮现，慢慢严重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身体力行，然后回家投票这样子。对。